小生主办的两天一夜生饼因你精彩复印仪完满结束。营会首日同场举行了小生学习中心8周年校庆，以连串精彩表演将学习中心课程精髓逐一呈现。大家在校庆结束后游览生命庄园之余，也不忘响应小生天人行筹款活动。晚餐后，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温馨、欢乐又恩典满满的篝火晚会。第二天福音主日，由小生同工分享见证，并由一江南牧师分享自身经历，见证神是又真又活，他的怜悯从未离开。我们深信小生福音营可以帮助参加者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也希望将来举办更多同类活动，让更多人可以领受生命的祝福。